包塞满青涩的回忆，却要踏上成长的旅程。就到这个路口，你就不要送我。老板老板，你们家有皮筋吗？皮筋啊，这个吗？不是这个，是那个跳的皮筋儿。跳的皮啊！啊。等等啊！这个行不行？这样子。这个呀。啊。这怎么像我那个棉裤里面的那个东西啊？棉裤里边也用这个，这个你系上以后，它就像你们就能跳。能跳就行。这多少钱呀？不用给钱，没多少钱的东西，你先拿去玩，反正到时候给我送过来啊。那行。哎，老板，你嘴里吃的啥呀？从我刚进门就见你一直在吃，看着可香了。鸡腿面包，你没吃过吗？没有。这卖吗？卖，5毛一个。那给我拿一个吧。行。我给你拿钱。嗯。给你钱，老板。嗯。那5毛再给我拿包豆奶。给你挣的。啊。啊，好嘞，走了，老板。买好东西啊。嗯。